公园大白天，他们在那儿对情歌，不害羞，这是一种生活的乐趣。你妈给你电话。要有人对才好听，随便喊一个女的啦。像我小妹妹啊，妹妹不说你啊，喂，想找别个不找你，不找你你啊喂，我一时气你啊喂，留下你来啊喂，而我。最起码饭桌上要见到，我特别喜欢。我们台中人最喜欢吃煎带鱼。你见过最长的带鱼有多大？很大，有这么大。把这叫做。煎带鱼配虾油怎么吃呢？虾油，怎么叫虾油？那个我们这里叫鱼露。虾油没放，煎这个鱼就是放那个酱油。有虾油都有，虾油的记一下，这个比较香味比较浓。鱼露另外拿个碗，放上白糖，搅匀搅拌搅拌，然后放去沾一下，很好吃，脆脆的感觉很好吃。这是我老公，我们俩夫妻在年江经营了一家店，主要是卖一些干货，还有我们自己做的鱼丸，它又是自己手打出来的，那个味道很独特。他做饭做得非常好吃，还有他做的煎大鱼，他的一些朋友就冲着他，然后经常来我们店里面蹭饭。天气越冷，越好吃，油脂非常丰富。锅一定要烧热，冒白烟了，再下锅。鱼下锅之后，那就是中小火，火不要太大。慢慢煎，当面煎到焦黄的时候，轻轻调一下，感觉下面肉表面有点硬，就可以翻面了。带鱼配虾油，这是我们连家的传统。虾油是我们这里的小鱼小虾拿去发酵做成的，它闻起来有点腥，但是和海鲜一起吃，味道是鲜上加鲜，特别香的。虾油里面沾一下，它会发出滋滋的声音，我们本地话叫做“鸡”。我煎的这个鱼。煎不是重点，挑才是重点。
啊，管不了啊，蹲蹲蹲了蹲了。哎嘿。对到带鱼，大带鱼拿到手上就稳，是吧？也是这样，反正挑鱼的标准是吧？皮色、光亮、眼睛水润，是吧？弹力捏上去比较硬。我们渔民都很勤快的，每天都在外面，船是轮流的，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间，也没有早上跟晚上的区别。晚上如果回来，晚上接货，三更半夜都行，什么时候都行。我们渔民当然最怕就是大风天了，还有台风。浪很高，4米多5米的都有。比较宠孩子，不，孩子跟他还比较亲，因为他学河嘛，这孩子多好啊。我也不想赚什么大钱，反正在我们老家，如果能赚到钱，家人也能照顾得到，比较好一点，不要跑太远。就是啊，边做边玩，多花点时间跟家人在一起。吃完饭了。OK， 好。吃了玩了好不好？有空就去探个头呗。怎么帅怎么来吧。好。大哥，你在美翻了。哎，我们这里不能说翻了，海边禁忌。渔民有没有一些什么禁忌？今天准备开船。来吃一个蛋，来保平安。鸭蛋就是平安嘛，鸭蛋叫龙，蛋叫龙，两个差不多谐音，差不多。渔网挂过去就不到鱼，就胯下啄嘛，所以闪亮这应该是低的意思。啊，这个不行，这是大禁的东西，不能回环。我们的船就等于一个网一样，在海上自己这一个换网打翻了，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。以前的话是不能放，它禁忌在那里。你觉得你们这最下饭的菜是么子？萝卜白菜呀，卷豆、辣子、炸鱼、番薯、手菜、萝卜、豆浆、拿铁子，自己做。炖土豆啊？土豆就是我们的本地黄洋芋。拿铁子炖土豆还？拿铁子炖土豆怎么做？真是，再我来看一下。那先要洗净了，你再炒了，再就炖了。嗯，肯定要烧啊，要烧要把洗干净呐、啊。再炒，锅又炒的。炒好的，在餐汤汤开大过后下土豆。那一般柴火要2个小时吧。叔叔阿姨，
阿姨，你自我介绍一下。哦，那我就丑啊。我书名叫赵亮梅，小名都叫个门儿。你叔叔大名叫崔华琴，小名也丑啊。小名叫狗娃儿。小梅，这里都是我家。大的是男孩，小的是女孩，现在都大人了，不要我们操心。这个是本地土豆黄洋芋，起起来面一些。你们那有没有这个土豆啊？不操心是不行的。我儿子快到39了，没有说媳妇儿啊，请你跟他找一个嘛。你跟他找一个，我就给你砍一只猪脚嘛。我们从福建绵过来，等我们多待几天嘛也行嘛，感受我们山里的生活，等我们多玩两天。试试我们的酒吧，包谷酒，你们那里肯定没有，是我们那里的特产。喝两碗嘛，不会喝醉。我们新沂这边最下饭的菜是哪样？啊，这样好吃！
来。最特色在我们村就是柴火鸡啊。柴火鸡，柴火鸡龙虾饭。柴火煮的臭美鸡，还在炒菜。随便煮一下就可以了，就那个热水。我们就不用水煮了，用那个火把那个前身烧干净了。要放油炒吗？炒，干炒，放油，不加油。盐啊，鸡精啊，味精啊。味精我很少加。我叫吴龙。走走走走走。2017年回家跟父母一起经营农家乐，这是我爷我妈。我爷像我们炒鸡的时候，他给我看着火的。我妈主要是忙不过来时候给我炒下鸡啊。来我们家没有其他吃的，就只有吃鸡。五斤二两。就烧这个了。我们选的是我们新义本地的正宗的矮脚鸡，谷氨酸含量的话是一般鸡肉的7倍以上。这个鸡肉最好是马上下锅，不要超过40分钟到1个小时。用柴火做的东西都特别好吃。生炒，生炒吃起来的话更有味道一点。熟炒的话呢，就失去了鸡肉本身的那个味道，就是我们说的不香。炒到没有水分之后，听着有那种鸡皮会炸的那种声音。加入豆瓣酱跟红油，我们本来就吃的有点辣嘛，里面我们加的有中草药，天天吃都感觉不会上火。鸡本来就很香的，全程过程中就你看到的这些。兄弟是教书，他不想教外面打工。去电子厂上过班，去工地上给人家卸货卖苦力嘛，基本上都没成功。然后后面还是选择了柴火鸡这个。我们去厂的时候有4-5天都没有客人吧。这个叫薏米吧，这就是做柴火鸡配在锅里面的。我们家柴火鸡做出来的话，它口感非常软糯鲜香。
好像。嗯。他说不想交。我很生气啊，生气没用啊。觉得每天跟小孩子打交道真的很累的，我不习惯那种生活。我做这个虽然一天有点辛苦，但是可以交到五湖四海的朋友嘛，然后听着他们谈一些我没听到的事情啊，挺好的。这样由他了，这是人的命运。他该做什么他就是，到北京的姐姐还是做什么，我们定下来嘛。那你哄孙子都会唱什么歌啊？嗯，哄小孩大爸爸去婆家，婆家吃的白米饭，公家吃的小猪肉。